给天秤搞一把。对于不喜欢做决定、容易犹豫的天秤座是不太适合冲锋流的，不够果断，但是他们忍耐性强，可以十分有耐心的等待一个有缘人的到来，同时又比较追求平安和乐，要保证个人安全为上。没错，化身为一个老硬币再适合不过了。天秤座还很有品味，需要的一定不是烂大街的东西。为了保证蹲人时候的自身安全，这把枪的射速一定得高，不能让对面有反应的时间。这把格洛克 18C 冲锋手枪有着全游戏最高的射速，每分钟1200发，对面还没看清你的脸，他的身上已经糊满子弹，50发的弹鼓，2.5秒就可以打完，这谁不心动啊？